我对生日本身并没有什么感觉。对我而言，它与你我经历过的无数个日子一样普通。日升日落，花开花谢，不过如此。当然了，我也能理解大家重视它的原因。借着一年一度的机会，与重要之人相聚庆贺，确实是喜悦之事。啊，你有时间的话，请来找我。不必匆忙，按你的步调来即可。也不用带什么礼物，茶点由我准备。啊，这些平凡的日子，或许会因你这样有趣的人而变得不同。